岛屋族跟海狼脱离不了关系，所以他有分成，他们会有吃三种，叫男人鱼、女人鱼跟老人鱼。像这个飞鱼嘛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这个杜氏刺尾鲷，就是老人鱼，是家中有长辈的时候不能吃的。然后男人女人鱼是男人吃的，好像那个男人第一次下海的时候，一定要捕一只女人鱼来吃，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在人的部分是战争，因为他们岛主是爱好和平的一组，然后他们在如果纷争的时候，用那个手持长矛，然后拿着石头，穿着很日边的帽子跟盔甲，双方对峙，然后会互相丢石头。可是当有人被石头丢到受伤的时候，就会停止。就所以他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一群。所以这就是在人跟海洋建立的和平。好，谢谢。好。现在要猜，好，等一下学姐帮我看一下这个海报。好，那我们先说最后这一组哈，第五组，我们从53-21开始讲起，给各位一点点概念哈。我觉得这一次各位已经比上次好很多，因为你讲话开始有逻辑跟次序了，而且台风也比较好。但我希望更多的同学哈，不开口讲话的同学，你能够有机会跟开口讲话。好，最后这一组同学因为来不及啊，也是等于是第二节下课的之后才进到班级上来。好，我们说过。我们要让各位从课本正当的引申跟联想的过程当中，你要读懂，你要读懂。今天这课的主轴并不是人跟海洋的和平吧？